大家好，我是阿达。我最近出了一张专辑《最终二代目》，所以现在呢，我要来参加虚新闻的快问快答。谁跟中二病比较严重？不一样，但都严重。我最常对他讲的话就是：“我有病啊！”最凶的是我已经超越了骂，我是不停的拿手打我自己的脸，叫他不要再烦我。你知道为什么？那个时候我才22岁，他一直问我哪里会被放弃，叫我问他问我干嘛？他说他们想要达到亚洲最顶尖的团体，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努力，为什么会有很多在云南西双版纳出了一整天的外景，我很累。我说，整人，喜欢拍人吃醉，都还好。不行，二选一。才子。那才子跟帅哥。帅哥。你觉得自己最帅在哪里？才子，才华才气吧。对。你觉得自己哪里应该改善？外貌。这不是你讲的吗？可恶！外貌哪一点？我有去咨询过，医生说我颈部以上切除，这里、这里、你的路最美在哪里？心。外貌最美在哪里？我们不能欣赏他内在的美，也要欣赏他外貌。我觉得他就是剪短发型蛮好看的。那你觉得他应该哪里改善？我很完美。